가져가보자매이. 진아이드 观众 朋友 大家好 太幽默 是不是 我是Jesus 欢迎收看阿道不巧美语。 根据最新美国孔普顿大学的研究报告，乡民都有30公分。 PPT 公司规定，阿多瓦新闻台北报道。也许我有赤子之心。OK， 幼稚。无论如何，我觉得高中生的生活很有趣。哪里有趣？阿妈，他们是台湾的未来，他们讲话比较直接，脑袋比较有弹性。 今天的阿朵啊要给你分享考试，小考、大考、段考、期末考、模拟考、段考、背模。哦，还好，但是有联考发呆。我们不发呆，直接聊天，祈福同学。没有，可是生日的时候会跟你玩，就是会拿刮胡泡或是面粉啊，然后就把你。无时无刻翘课。 有的男校生就是他的女朋友在我们学校，好像就中午他就翘课，然后就过来我们学校送巧克力。来个星巴克之类的。哦。诶，战场。运动。哦，排球、排球、中山排球。蹴鞠。脏话。各种。一点啦。反正我们是女校啦。女校所以爱骂脏话应该是这样子。例如吗？ 真的要这样吗？我是小花，但是会就老是上课的时候就会一直，一下就会讲，嗯，切香。女生比较害羞，不会讲出来，可是大家都知道我。你不会主动去，可是男校，男校就会一直跟女分享，一直。无时无刻玩手机，就是各种铅笔盒挡住，然后这样看，这样看好像不行。 超强，还可以戴耳机。对，那戴耳机，戴耳机就要从这里从袖子这样传出来，然后在那边。我高中没有手机，睡觉，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，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。我有时候真的生理反应，很努力想要撑住。老师不会生气吗？有些老师会，有些老师不会。老师会包容，老师还蛮包容，因为大家都会这样。睡觉被同学欺负，不敢，可恶的教官。啊！ 耳环，一天到晚抓我的耳环。同学，你的裤子是不是有一点太紧？黑袜黑鞋。裙子是不是有点太短？鞋带上面不可以有金葱。为什么没有休学号？教官是谁？写功课。就最多的是英文啦，英文是最多。可是有些人就会一直是补习班的超多，然后是学校是很少，然后在学校都在写补习班的功课。对，还好，补习班。学校就是台湾的补习风气其实是这样。 就是大家都，台湾大家都爱补习，然后我们班只有我，然后就会传教，就是我是高伟教派啊，我是林立教派，然后就说你一定要来补，这个老师真的超好，他是女神，他真的超好。反正不补习的人，这真的很少。对，从来没有补习过，西班牙有补习班吗？熬夜。有一次就是要做一个英文报告，然后在学校附近 Seven 赶工英文报告，然后赶工到11点，晚上11点半到12点都。 回到家隔天还要上学，隔天再约7点在那个 Seven 继续做，然后翘早自习，8点10分进教室就上台，对，超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就考试的前一个礼拜，社团，其实社团生活就是不管你是加什么社团，你都会学到一些不是课业上可以学到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值得。没有。 谈恋爱，有一所男校叫做建中，然后呢，就是他们就有男生，如果是女朋友在我们学校的话，他就中午啊就翘课，然后就买一杯星巴克热巧克力，然后送到我们校门口给，而且只是半年纪念日而已，对，半年而已哦，那一年会做出什么事呢？一定，但是我没有，讲八卦。 无时无刻，我超爱讲八卦，我觉得讲八卦可以让自己四通八达的感觉，就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消息都知道，对，什么消息都知道。然后别人说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了。<笑>无时无刻，学校的规定。我觉得最奇怪的是，你可以把头发染成粉红色，然后浅蓝色 ，OK， 可是你就是不能穿别的颜色的鞋子，然后你也不能戴耳环，哦，维持优良校风，传统校风。对，下面规定，太多老师。 这是我真的很努力。悲情法，鞭拭泪，然后不行，不能再被多长。
这样你还要出补考考卷，你也很可怜。对，你要出补考考卷哦，你要出补考考卷，你要帮我补修哦，这样子。不然你暑假也要来学校、哦。你要来陪我上课。怎么可能？老师会不爽。西班牙学生跟台湾学生有一些东西不一样。西班牙没有 NTV， 没有学长跟学妹的关系，只有很有钱的学校才有制服。我们的学生比较穷，我们没有聊北啊。老师，很舒适，欺负我。问题，你觉得高中生的生活是棒棒的还是不好的？第二个问题，你高中生的时候谈恋爱过吗？我没有。订阅无时无刻，按赞无时无刻，跟你的同学还有隔壁班的帅哥或者正妹分享，在我的 FB 粉丝页跟 IG follow 我，下个礼拜见。阿多啊多啊阿多啊，那为什么今天迟到？睡过头。为什么睡过头呢？因为昨天太想念宿舍，一直睡不着，然后因为睡不着之后太晚睡，然后就睡过头了，这都是才宿舍的错。